哎，那首英语老师演技奖，昨天老师的第十题比多比十一个多样，十一个没心没肺哈，你那表的不能，姑妈妈的娃的娃不能，谁说的条件就是说啊，没心没肺，就是说，没心没肺啊，没心没肺就是说，把嘞。没有心计，是个多吃他的说那么些物，没有什么心眼儿，爸妈身上苗面的说那么些物，常带有贬义，面多阿片哦，啊，反正就是带有贬义，没刚的那里边的表达不喏，哎喽，不是气就那么好不喏，还是个讲人啊，把别的为本那表的，没带起那么些物，就算精神没些物，哎喽，不能没有表达。好，一零二六拍几王。他有点没心没肺，怎么话都什么说，不话话都快说，说，快说该也说不也能不别管别人人爱听，听不爱爱听，听不也爱不管听，别人可他爱人听，倒导是师不坏，让人倒是不坏，那些人对那他些很不人对好，他很不好，常常弄，常常常常捉听，弄他，我可他还说是他，整天也整他还天是闷在一整旁天的，跟他叫们没在心一没起，肺。没心但是没心没肺。他有点儿没心没肺，对吧？奶奶的没心没肺撇的不能啊，就是刘明来说，什么话都说，把自个们说多表的，不管该说不该说，表定的撇谁，没表定的撇谁，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都面拿他话来介一拉么介一拉说嘞，也没啥不。可他人倒是不坏，刘阿荣没说吧无嘞。啊，表进来，啊，这在意大利来搞嘛嘞，路啊来飘嘛吧嘞，他们哎，自个表来看见表定啦，没表定啦，都没加一啦，没加一啦，没都有表啥嘞，哎，那就是他有点没心没肺啊。那些人对他很不好，哎，路里啊，杜伯妈妈讲，常常捉弄他啊，这个我们要读捉弄，捉弄嘴，你也没撒闹的呀，不喏，或者是你看得见底下撒闹的哈个。这是路子的把的不喏，都阿拉牛把皮把子，牛皮把子崩个牛呢，啥闹着或者捉弄个表，阿拉表面声音都卡背呀不喏，啥子路闹子路呢都卡背的，可他还是天整天跟他们在一起，那么多阿面的内功没不喏，都那都乌多的赖漏，真是没心没肺，这都没得劲西的讲呢。好，继续往后。第十二，小聪明，好，小聪明是哪个？在小事上表现出的聪明，给啥弟弟妈妈的，把俺们好点给啥里的嘛？言过念刚的啊，我破别的声音，小聪明的表嘞，常含有贬义，明白没？没刚的那这边爸爸的嘞，哈，比如说有人跟你说小聪明，或者是你跟别人说小聪明，聪明说念刚呢，但是小聪明的表来，好点念嘛，都话比如念刚的也属于小聪明。他把说，比如说啥么品没，啥么品，昂你把路啊嘛的，啥这样嘛，啥让我们这节目不努力苦来没，不努力养路来没，不努力昂路来没啊，那就是小聪明。OK，来，今天的拍几包。要想能干干好好一一件件事，事，靠靠小小聪聪明明可不行，赢得得花花力力气，气，得很努力，努力。他得努力，他有点他小有聪点明，小聪明，虽虽然然学学习习非不常太努努力，力，可每一可次每次考考试试全成绩绩都都还还不还错，不错，所所以他以他很还很很得得意。意。要想干好一件事。靠小聪明可不行，给啥子苦果嘞？刚刚我们六点前的时候呢，小聪明多，小聪明喽，年龄年那个的都没多喽喽了没有？得花力气，花力气呀没？花力气就是说，阿塞呀没？得努力，就咋呀没的？他有点小聪明，多那那小聪明没人漏的，不能。虽然学习不太努力，啥都我们就咋不？可每次考试成绩都还不错，那么啥么批量批量嘛，都也成绩的呀，我们说无的，所以他很得意，他就多没人满带的。俺啥么叫普通没俺没人，我就当俺是文拿外不，哎喽喽。
好，那他们就是小聪明。好，第十三，往心里去走，谁听我他来的，谁听我多的，就是哪个在乎重视，离他的就是更有必要的声音，往心里去，谁听谁听的文样漏渣的。好，第一呢，第二个拍几吧。我听到一些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可我可没往心里去。有的时候他在外面跟别人生气，回家后丈夫父亲就劝他别往心里去，不值得。有的时候都看点嘛的，他在外面跟别人生气，都还别嘛的家里面谁输嘞？回家后一面要点看嘛，丈夫就劝他，给莫阿婆的都飘面的，别往心里去，谁拆他们奶奶的，不值得么耽误嘞？啊，我一听到一些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我一听到我家来的亲嘛，就出路的阿婆那我也过呀嘛，我也没刚讲我表你呀，我家来呀的亲嘛。坏话怎么讲的哈？不能说我的坏话的，我点表你啊不？你妈的姐，我也没讲哪表的，我点表的，不能。可我没往心里去，因为我是谁天把他们的吧，不？好的，往心里去，不往心里去，没往心里去。好的，下一个是往好里说怎么怎么样，往坏里说怎么怎么样。刚那边个表演哦，哒哒哒不？没刚那边个表演哦，哒哒哒哒哒。啊，对，统一是给啥的酷热股呗，从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分别做评论。刚那不加油，没刚那不加油，快差比如评论了，那懂得吧？哎的，常常重点在后面的分句。那么你看表情哪个咯？那我讲嘛，他刚那不加表情了嘞，第六批吧。那么都得给表情哪个？没刚那不加你表情啊？表示批评、不满等意思，批评意思就是。别点哪了呢，或者是没见面那别点对不对？爸爸的的，来一年二个拍几包？那位太太，那位太太往好心说，社长的很锋芒，锋芒往外心说呢，仁慈就像一个醉酒桶，啤酒桶。啤酒桶，一见面不要问人家那么多问题，问题往好心说，你说是关心人家，往坏说，往坏里说就是干涉人家的，干涉人家的这个隐私，让人讨厌，那位太太往好里说是长得丰满啊，或牛的咪咕，我那哎太太咕，刚那边个表演呢多大一比漂亮，我那往坏里说，我刚那边个表演嘞，简直就像一个啤酒桶，啤酒的啤呀哩，啤呀西班牙的，哎嘞，啤呀太的西班牙哩。好，老师明白那个嘛？表演讲一下，被把一家呢，喂。好，我们这个表情哪哪个图表情呢？一见面不要问人家那么多问题，对对姐妹都妙，老美国那面还么美呢嘞？他不他不老西边嘞，啊，伊啥西啦，老西啦，把老嘞，我们也不老嘞，哎，老面还么美呢？这往好里说是关心人家，他刚那边个对比了表妹孙女，他可有晒的不理他了。往坏里说就是干涉人家的隐私，我刚那边个表妹孙女，都这把也故意故然给啥的隐私说不懂啊？哎，俺老问不老些的，爸不老，俺们这就给啥的故意故然给啥？代表表情，俺是隐私了表的啊，隐私我了碰过的是不是对呗？隐私，不嘛那碰过来了么不当啊？给啥？你说那爸妈妈啥没所以，那路给啥的建议？私事所不要表的，私事，啊所以读着爸妈第一节目，啊所以么痛么表的给啥所以隐私。好的，啊假如啊度娘也隐私个，我们要说拍大白的，好。
让人讨厌，都叫面个死的，一路没有拉美的，所以啊，努力啊，面个假的，不呢？好，继续往后。第十五，钻牛角尖。好的，就是这龙井姐姐一多比这想不多，你都努力呗，多对比了比了，钻牛角尖不？想不值得想的小事，想你啊，心伤你啊，不值得想的。心伤不过没得那给他滴滴摸摸的有赖比较心伤的。或者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偏心了我们要来给他留探比较。过来把妈来露露要来给他摸他们探比较心伤探比较心里的，所以大家钻牛角尖的。来能不能那张拍几包老王回到之后越想越生气，连晚饭都没吃。他爱人就劝他别想那么多，老儿这么钻牛角尖，只会让自己更麻烦。你应该好好养病。算烦恼，应该好好养病，别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要是什么事都见牛长尖，没有病也会想着病的。嗯，老王回到家，越想越生气。老王啊，一边要在看着我，那身上里里湿哒哒的，连晚饭都没吃，你还咋让我们杀了？他爱人就劝他别想那么多，对爱人啊，都飘面。我说，那我们家有没有身上呢？老这么钻牛角尖，你人都钻牛角尖里面是哪的？只会让自己更烦恼。咪咪咕咕，咪咪波比罗呗，谁秀谁麻烦的？你应该好好养病，你要刚刚的药膏养定了，尤其是你们讲，就是刚刚哪有的哪不呢？别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你那边哎，你们比如说讲刚才给啥有个心脏么呢？要是什么事都钻牛角尖，这个路别给啥个么说，钻牛角尖里面所以没有病也会想出病的。药膏么是啥？哎，心脏的药膏呀嘛的。好，继续往后。第十六，跟谁谁谁过不去，是哪个的啊？第二个过不去不呢？对呀，十六五，他也把他编进来说，照片都没样弄的，表情哪个为难？啊，这对子的刁难，刁难所以别见那家啊，这对样弄的不呢？某人这种第二个，这对子的或者是啊，这对样弄的或某物这种第二个的，这种第二单位这种第二个啊，这对样弄的啊，这对子的跟谁谁谁过不去？来，能不能来都让爸爸？反正他要去提那条狗，说妈妈说你是不是跟谁生气呢？有什么也就劝狗就说出来，别跟狗过不去。他又没落你，这个是落，没惹你，没惹你，没惹你，不是惹你，惹。嗯哦，没惹你，没惹你。爸爸对我，他对我说，那这好吃的饭怎么好吃的饭怎么不吃？因为生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因为我批评过老张，他就处处有意。我过不去。嗯，看见他要去踢那条狗，看见了对来的，多爱的后悔，我多感怒的，你来点干嘛的？妈妈说，你是不是跟谁生气呢？你不读那面，谁读那面来的？有什么不高兴的，就说出来。不高兴的还行哦，特别来理的，别跟狗过不去，就是那狗我都快端不平了。他又没惹你，惹嘴我说别等他拉下了，不能多牛爸妈乐表那么好哭的。爸爸对他说，爸爸都骂我表了，不能这么好吃的饭怎么不吃？
这老啥搞的好把你们杀了嘞。因为生气不吃饭再说了他们没杀无所以你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然后咕嘟咔咕杀然后啦。因为我批评过老张哪里老张我的一点给不得。而且他就处处有意和我过不去对啊你要来嘛证明这个那我这就要露把的。好继续往后。第十七说白了说白了苏大哥用简单明白的话来说有心呢啊的是看呢有我们苏也不好的功能相当于副词你要多比副词里面都满意的。来那么哪里那江西的哦东江西吧来读一下吧。我近几年我近几年写小说挺不顺利就买了不错很头疼这让我很头疼。她是个很美感的女人说白了就是有点小心眼。他是个对任何人都很冷漠说白了就是没什么感情。嗯哼。我近几年写小说挺不顺利我听的办法呢不出意啊啦这都是没比撇的啊是没比啦嘞不说白了就是不太受欢迎。其实你连比我没所以呢代表啊再没看一下啦不嘞这让我很头疼然后言刚开始的。她是个很敏感的女人读啊言我 sensitive 撇的 mute me 不嘞。好把我 sensitive 撇的来着说白了就是有点小心眼。不不能比我们所以呢那的不让弟弟那不能的。他是个对任何事啊对任何人都很冷淡的人冷漠的人。冷漠的就是 ADSN。多啊离的不我们说 ADSN 来的旅吧的。说白了就是没什么感情。谢谢你比我们所以呢多把看啥见嘛我们系的旅吧的。好第十八。打不起精神来啊打不起精神来所以没有兴趣什么吧喽谁的你要讲啊我讲什么呢谁问咱们不行没有活力的就要不能行。好打起精神意思是让自己振作起来够鼓的就是的就要不能啊他们说随便打起精神来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就是休息的日了哎今天到家里阿电他打起精神来阿电他。哎就是那就那我们那边所以呢森林的女人要比那肉管理打起精神。好的那么那东江里拍几把哦。这一连串的失败让他消沉让他消沉了好长时间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这几天不知道怎么了我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连电视也不想看。整个一个下午他呆呆的坐在沙发上什么也不想干看到了六点了才打精神去准备晚饭。这一连串的失败一连串串我们知道啊是吗老师对就是一串一串的 debuli 啊这个讲失败的假修木假修木的固然后一连串是说实在假修木让它消沉好长时间消沉是谁的假我能请假一度过的谁的假子的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把路路过多什么把肉无的这几天不知道怎么了第一拜呢把别咱们地把屋的我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啊把露露谁给我们把屋的连电视也不想看 DB 让我们记起那屋的就是 DB 记啊所以如果谁表现谁也给啥不呢 DB 让我们记起屋的
整个一个下午他呆呆的坐在沙发上，人家你跟龙读啊里呆呆的人就是没弄么写不呢，说把我妈他爱你啊，什么也不想干，爸妈来没弄节目。看看到了六点了，哎妈来记得了，唱来了要不一首歌叫嘛，才打起精神去准备晚饭，哎叫嘛，不问你你你咋了切啊，没事都要踏住了你咋切吧，哎好的，继续往后。抬不起头来的刚果摸摸奶母，明白了，刚摸摸奶母我们也知道觉得羞愧，哎呀我谢的我那不好意思谢的。好的，那么难的江西的拍几把哦。他不敢把卖血的事告诉孩子们，怕他们赶来找对象都抬不起头来。夫妻的丈夫的无能，无能，虚弱，虚弱让宅心的女儿横着的抬不起来。嗯哼。好，那个是懦弱，懦弱所以就是表念呐，我表人懦弱。都也是论我进来的，不是嘛？西班牙竖心盘里呢，心里呢，我呢啊，就谁家的六万里的，谁的双的地方我们修不呢？弱说的是论我来进来的，刚刚你就是哪表叛呀？阿姆西伊姆西呢？不呢？懦弱，他不敢把卖鞋的事鞋所对样的给啥个来告诉孩子们。格里里我们表表也无嘞，姐啥子阿姆西罗尼嘛不呢？对的不灵不拉的就透样了不呢？好，哎给啥格里里我们表也无嘞，怕他们将来找对象都抬不起头来，怕这输赢了不呢？那搬家了多的找对象。要家没嘛有过对不能对的看见深夜路路对上透阳的给啥个都刚那么难匹马输入吧的。丈夫的无能懦弱给母也把他妈妈搂的母比表弟表念母嘎的让将军的女儿是独居也的米啊，是独居也的米都也要家个无能懦弱骗你啊不能那个就是女儿很觉得抬不起头来，对吧？看啥呀？俺培养了十多级，就是得地呢，别外的皮表，俺要家的六皮呢，说都龙娃我刚没碰那样写的，那来了，所以老师说第20码被夜查来没？我们下节课再继续了。